这个我们地方就不行，这个地方太薄了，要厚了点。小心点三脚架啊，算了吧。我们当时做你要做多少个呢？好多的话，估计价格比较便宜。行，行，我等下我发给你吧。我没有他电话，我只有他 QQ。他已经搬走了，他搬走了。我不知道，他上次好像发一条说搬到哪里啊？我忘了。你急吗？急不急？不急，你今天晚上过来吧。我现在在雕刻杯子，在那个新宗那边。嗯，好的，嗯。国庆的时候，大家都在休息，我在上班了。啊，你在上班？上一天。